二妹，这个地方好玩吧？不好玩。人都没有，这个你就不懂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啊？我告诉你吧，今天是我们两个，是时候属于我们两个的世界的时候了啊！所以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今天是属于我们两个的世界啊，来到了这个地方了。走这边，二妹，这去哪里啊？这里，走这边吧，走错了，走这边。对啊，二妹，走慢点。你看，这又没下雨，你打伞干嘛呀？不是，这个你就不懂了。你这虽然没有下雨，但是这么大的太阳晒黑了怎么办？你看你这么可爱的，这也没有太阳啊。不是，哎呀，这个你又不懂了。虽然没有太阳，对吧？但是你要记住，阿伟哥永远都是你的保护伞呀，对吧？要把你保护的好好的，对吧？不管要下大雨或者太阳再大，我都要把你保护着，好吧？那就走吧。多么的可爱啊！打了吧，有点尴尬。没事啊，不能晒着太阳啊。你现在是孕妇妈妈了啊，对吧？慢点啊，走，你走前面吧。嗯，你看这是什么地方？是拍照的吗？我们不是才拍的吗？啊？我不是才拍了照吗？拍什么照呀？这不是拍照的地方啊。这个地方是要把你的名字写在我们家的户口本上的地方，知道吧？我以为是拍照的，我看到那个。你从这个地方走上去啊，闭上你的眼睛，然后右手去摸一下那个喜字啊，走吧，往前走。对，走。转过来，对。恭喜你啊，二妹。谢谢啊，谢谢，那就走吧，继续吧，二妹，开心吧啊！你看，把你笑的路都走不稳了，一歪一歪的，走这边。你也是歪的，你一直歪就是了。嗯，你是正的，我是歪的。你别掉下去了。嗯，笑一下。我一直在笑啊。好的。二妹，这是谁啊？这不是你吗？啊？不是，这是我吗？还挺漂亮的哥。嘿，这你真会搞、哦，那你也搞，继续吧。对啊，你抱我。对啊。叮叮叮！这是二妹啊，二妹。走吧。你手上拿的什么？我看一下，给我看，快点！哒哒哒哒，扎好吗？哇，以后我们两个就是一家人喽，开心吧？你看，急了灰了，我们两个也是时候，你这的时候了啊、哦。然后今天终于把一件大事又完成了，那么今天是特别的日子，也是特殊的日子，也是开心的日子，我们两个是不是该庆祝一下？那去跳一下，是唱一下，是干嘛？吃饭吧，是吧？那就带你吃好吃的，好吧？你想吃什么？都可以。那这么的吧，要不我们两个去吃牛排吧，好吧？也好久没有吃过牛排了。好吧，那就出发吧。当当当当，屁股大不大？我看一下。惋惜，就是等到了你，是你带我走出那片沼泽地，从我们。二妹，今天开心吧？开不开心今天？那就必须要吃好喝好、哦、好好的庆祝一下，好吧？啊，今天开心啊，所以就给你补一下啊，吃点这个什么牛什么牌的啊。那就，你尝一下很好吃的，开始吧，那
开始斗起来吧，应该饿了吧？开吃了，那就开始吧。来啊，自己来啊。你今天好漂亮哦。你今天也很帅。谢谢谢谢，确实很漂亮。因为今天我们两个都一起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对我们的人生和有意义的事情，所以感觉很幸福，很快乐，好吧？赶紧吃吧，可能宝宝也饿了。来，站起来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宝宝。没事，看一下嘛。啊、哦，宝宝都长大了，你看，啊，快点吃吧，他饿了，可能饿了，开始吧啊，开吃吧。